小猫，别轻举妄动，这家伙是异形，你速度快，先去找奇雅和冰淇。那你就替巧儿狠狠揍他一顿。等级差一点儿，都是天壤之别，所以更新很重要的。我不服。人真的很强，我劝你们离开灵极岛，不要留有任何的幻想。离开已经晚了，人类根本不会让我们自由的离开。既然矛盾无法调和，那就用战斗来决断吧。叶子说的不错，与其停停打打，打打停停，不如干脆点，来个终极之战。有不同的意见，就有不同的立场。不同的立场，必然带来毁灭性的战争。人类曾经经历过的，只能逃不出这个命运。谢谢，巧儿给我吧，西雅就在里面。好在咱们来这里提前调查了， AIT 真是嚣张。放心，咱现在人多力量大。人多？我劝你别太乐观， AIT 没那么好对付。
能再见到你，我很高兴。真希望我们能永远活在那时候。是啊，我也很希望。但命运就是喜欢跟我们开玩笑。我知道我不应该回来。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我醒来就在这里了。之前无路可走时，我拔掉了自己的芯片。我以为自己会永远消失在大海里，但是，姐，这是命运的安排。我不相信什么命运，但你禁止回来，不但是父亲的命令，也是我要执行的指令。父亲禁止我回来，只是为了保护初始源代码的安全。既然你的逻辑这么清晰，那你就接受命运的安排吧。这是命运的安排，我不相信是命运。父亲禁止你，就接受命运的安排。哼，原来你们是两姐妹，而且和我们一样都是重生者。这不关你的事，你最好离开，否则我连你也一起摧毁。我知道你在古堡里拥有强大的能量，你的立场是守护这里。我们称不上是朋友，但也不至于是敌人吧？嗯，非然，海湾旧船上的毒之翼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七啊，在非然考虑清楚之前，能不能先帮忙把巧儿修复好？虽然我不想说，但我刚刚为了救兵器，帮觉醒修复了一仓库的 AIT， 我们的麻烦大了。父亲退休以后，就带着我和齐雅来到了这个古堡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个古堡是联合政府安排的秘密基地。这也是为了初始人代码的安全吧？我父亲在制造觉醒时，发现初始源代码有一个逻辑漏洞。如果这个漏洞被人利用，智能人就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，整个世界就会被颠覆。这应该是智能异变的根源。是的，为了堵住这个漏洞，我父亲和他的学生们编写了防火墙，但这仅仅是权宜之计。可是潘多拉魔盒还是被人打开了。很多人因为那场智能灾难送命，包括我和乔儿。刚刚齐雅跟我交换了数据，那个打开魔盒的人现在就在海湾旧船上。他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，叫义父。他才是毒之翼世界的领导者。他的女儿因为他被埋进坟墓，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利用漏洞更改初始源代码，控制整个 AI 世界，把地球踩在自己的脚下。我去找他，他欠我一个解释。
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您应该做决定了。你不用提醒我，当我激活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无法回头了。那是您的智能女儿，现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。我杀了她，您不会有意见了。她只是个来寻找答案的无辜受害者，让我跟她单独聊聊，毕竟我是她的父亲，她有权利知道真相。叶子，爸爸。妈妈，你和叶子一模一样，简直太完美了。你有一个伟大的母亲。我曾经也有一个伟大的父亲，但他现在已经变成了魔鬼。我知道你内心有很多疑问，其实有些事情有答案比没答案更好。我只是想让你的女儿们死得明白些。真相总是残酷的，但如果你想知道，我可以告诉你。三年前的那个晚上，是不是你蓄谋已久的安排？那只是一次意外，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。否则就算我死，也不会去做这个实验。那你为什么要去做？毁了这个世界，毁了你的家庭，毁了你的两个女儿，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。我当时只想证明自己，我和你母亲还有秦辉都是胡明教授的学生。你母亲是智能岛首席科学家，她是防火墙的创造者。秦辉是 DRE 集团的首席运营官，世界上最权威的商业智能人科学家，而我还只是实验室里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。我不服，我想证明我的能力。然而妈妈和秦叔叔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，而你却在毁灭这个世界。在我的记忆，你曾经是那么的慈爱和善良。但一切都已经发生了，我无法再回头。爸，我想替你的女儿们问一句，你为叶子和乔儿的死内疚过吗？那天你们就不应该来实验室。为什么？你们来的时候不告诉我一声？我们只想给你一个惊喜，因为我们的父亲每天早晨天没亮就给我们准备早餐，风雨无阻送我们上学，无论多晚都要接我们回家。而那天我们只想去接他下一次班，悄悄给他一份惊喜。难道这有错吗？爸，回头吧，求你了。我和乔儿都不会怪你，妈妈肯定也会原谅你，我们还是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。回不去了，一切都回不去了。我回去也要做一辈子的牢。你和乔儿就死在我眼前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不值得让你们留恋。
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， 大屏 4K 视频先享受。义父是想做 AI 世界的王，如果我们认可了这种模式，未来我们就再也没有自由了。最高委员会授权给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源代码，我们集中所有的力量一次性解决战斗。那我们现在先给乔慧一点颜色看。再出发。